我们用现在时下最流行的。把大家尽早去领。我应该说，我希望也都领完了，都在这了。谢谢。耶。哎，超冷，超冷。哦，是你啊。我们之前因为前边的有乱的扳手被盗，然后也被乱边。好好，我抽了各位，可是我只抽那个哦，今天发的。剩下我要等下班抽，来喽！我帮你摸摸，加两完没有摸摸，打完的时候都比较好中红，啊没有红牌，怎么都没有这个，不要啦！你说这次卡没有抽到吗？一起白发，不要啊！来个红牌，完，我该不会真的要跟你们一起下去了吧？不会这样子吧？我抽卡运蛮好的啊！哎呀，你看两四五对不对？什么茉莉什么都有，你才茉莉什么都有。你看，你看，那我就拿一个跳起来了，是不是有点亮？还跳起来了，红牌呀哈！哎，吹起来了。吹。149加7哦，真第一拳我有了，之前都一直想要他，然后都不给我，然后现在终于有了，现在有了之后就一直来一直来。还有哪一个是四天的抽这个？哇，目前一红牌哦，看会不会有个五红牌之类的，只要抽到一红就很爽了啦。可是好像有点难呢，我剩下12557，我看一下，只剩14。我们来用现在时下最流行的，把大家尽早去领。我应该说，我希望也都领完，都在这了。7.86。有用，有用，有用！干我哥的 T 笑，一加一 H 一加30，加八的要25000，哪有病啊？有没有降落红的？14000。哎呀，不卡池！哎呀，可惜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最后。我们就看九天玄女会不会帮我们带一张红卡，剩下是剩下九次机会，好吧，准备哦。恭喜九天玄女驾到！哎，等一下，还没。500英尺到，震动，100英尺到，九天玄女唯一不变姐妹。到，800英尺到，500英尺到，震动。没有，白色，再来。哪有每次都这么有用？哎呀，只要有一个红卡就好了，我觉得有个红卡就很爽。哇，好主播，好了，点不到，我刚才有传你双护轮打吗？我玩跟赛道的，一分都加三。100英尺，九天玄女无边之法力，完美。哦，没有。恭请九天玄女驾到。他说要出赛琳丝项链，对，我回味又没有了。哦，我要落枕了，我脖子要落掉了。搂心。拒绝，超了。哎，搂心，跳绳。脖子快断了，结果摇只摇出一个红盘，最后一次。往点走上，三个人。最后一张，拜托红的，哎呀，白痴哦！这我刚刚抽什么啦？莫名其妙。好，结果我刚刚到底抽什么东西呀？对啊，还蛮洗脑的哎，我觉得这个做的还不错听哎，我要把它加入我的最爱。哎，他们在三楼啦，他们想要去三楼练呐。哎，快点，来揍他们！三楼。
还想练功啊？我看不懂什么心态。来，走，九天玄女要去揍他们了，还想练是不是？这边这边，左边，先弄死一只死怪，然后我们再用死右边两只活的。啊，呆呆呆，来乱呐、啊，还想练哦？哎呀，还有一只光头啊！啊，被晕了！哎、欸，回忆光头来了啊！您就这样走了哦，我要死了！我真的要变回忆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我真的要变九天玄女了！九天玄女啊！改害到满晕呢、欸，怎么痛啊？随便晕到满晕。机车，他一定是故意的。我来。好、哦，晕到了啊、哦！啊哈！哇哈！哇哈！影片就到这边喽。想要跟若凡互动的话，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哦。别忘了你们的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是若凡的动力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